叔叔，您有手有脚，为什么要乞讨？哎，我也不想啊，可是我没文化，没本事，年纪又大，啥工作也找不到，除了乞讨还能干嘛？叔叔，您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啊，例如、哎、你个小孩子根本不知道赚钱有多难。哎，走走走。阿弟，好冷啊，我买条围巾。好嘞。叔叔，我有急事，您帮我卖一下。这手套是15吧？啊，嗯嗯。你可回来了，东西我都给你卖完了，钱给你。叔叔，您与其自暴自弃，不如试着卖点东西养活自己。您看，您这不是卖得挺好的吗？我真的可以吗？哎，你的钱？本钱我收下了，剩下的那些都是您自己赚的。